用新眼光看世界，世界就新眼光。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吴建和牧师，真欢喜伫今日早起时来个做伙伫遮，要来荣耀上帝，来分享上帝话语。啊，每一天早起时，唔知你会感受到，当你来读完圣经了，当你来做灵修了，你会感觉讲实在是真好，你的心情就敢若亲像安稳伫上帝怀抱中间。你今日早起时，咱们用安息这首诗歌来表达咱的心情，会当安息伫上帝手中，咱做伙来吟诗，阿罗上帝。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这时阵是咱要做伙来分享上帝话语的时间。特别伫这个要分享之前，咱做伙来祈祷。主，我感谢你伫今日早起时，真做我的帮助，予我今日起床了，我每一项代志真正拢要得胜，也帮助我时时来更新我的嘴智，时时来帮助我伫日常生活内面甲人的交接。主，有你的恩典来高抹我的嘴智。我们感谢基督，我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祈求，阿门。在今早起时，咱特别要用《列王记》上卷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短短三节其实伊是一个真大的故事。啊，咱特别要在这三节的中间来分享今日上帝的话语。啊，请咱大家拍开圣经，啊，下面我用白话语来读，啊，咱大家做伙来领受。这个代志了后，耶稣的人。那伯在亚述列有葡萄园，近撒玛利亚王阿哈的宫。阿哈甲那伯讲：“你用你的葡萄园给我，我通做菜园，因为是近在我的宫。我要用更较好的园甲你换，啊是你爱银，我就照着价钱给你。”那伯甲阿哈讲。用我的祖所留的业给你，这个代志愿耶和华禁止我。各位亲爱的姊妹，在咱今日所读的这段圣经中，咱会当看见，其实今日的故事的主角亲像跟咱两个，一个是阿哈王，一个是这个拿伯。这拿伯伊是一个忠实的上帝的人啊，吼。会当讲是借着上帝什么来行的，所以伊伫第三节安尼讲，讲哦，用我的祖所留的业来服你哦，用我的祖所留的业来服你，意思是讲，这个田地是我的祖先伊所留落来的业，这个业吼，服我产业伫我的身上，但是来服你，安尼敢若是无好的，所以伊讲哦，愿耶和华上帝来禁止安尼的事啦吼。啊，其实伫今日咱讨论的这三十里面，咱会当真简单来看到，其实伫这个故事背后有一个动机啦。啊，这个动机是啥物嘅？啊，要来讲的就是讲，其实咱来看这里面有三种的人，这三种的人呢，其实伫第三十以后下面，咱来看一个
这个阿哈王有一个王后王后吼，这个王后诶是虾米呢？叫做耶洗别啦，亚西别啦吼，亚西别。因为亚西别其实是一旦讲是圣经里面啊，一个真歹心的一个女王，一个王后啦吼。啊，其实阿哈王诶，其实啊，伊虾米话拢唔知影啊，所有代志拢是这个亚西别，这个伫后壁底下来变东变西，啊变啊变古变怪。啊，所以咱来看这三种人，第一种人啊，叫做啊拿伯。那伯这种人就是尽忠照着上帝话语来行的人啦吼，所以真侪时阵啊，人敢毋是哎呀，上帝话语就是安尼甲我教示，啊，照我爱我安尼来行，所以我就安怎，我就照上帝话语安尼来行。真侪人，真侪基督徒是照着圣经的道理来行的人，所以咱人看着讲，真侪人是行伫这合乎着上帝真理的道路顶面。第二种人就是像迄个阿哈王啊，其实阿哈王伊毋是。心肝无好，伊嘛毋是歹。阿哈王其实是伊是一个真大即个梦想的人吼。咱来咱看到，伊今仔日伫第一集甲第三集内面咧讲的讲，伊只是一个动机啦。即、這个动机是啥物？即、這個、动机就是讲吼，哎呀，伊看到即个拿伯的即个园啊，即、這个葡萄园是挖伫伊的皇宫的边啊啦，所以伊想讲安怎，伊想要用较好的园啊来甲即个拿伯来交换。来看。阿哈王伊根本无心思意念是无好诶吼，伊只是有一个梦想，这个梦呢，就是要互伊诶皇宫诶边啊啊，可能就是讲伊咧设计伊诶花园啦，咧设计伊诶葡萄园，要生做啥款，伊看会着。安尼伊啊有一天去到遐，伊会足欢喜诶，伊要举啊甲拿笔来做啊菜园交换，所以伊要用这个人诶葡萄园来换做菜园。虽然那即马讲来讲来讲啊，土地交换啊，伊要阁用较好的土地来甲伊交换，何乐而不为啦吼？那即马人可能真意外，所以这个王啊，基本上伊是想要去完成伊的梦想，伊迄个心愿，伊想要去完成了吼。所以伊基本上唔是一个心肝足歹的人，总是伊的后壁其实有一个心肝较歹的人，这个心肝较歹的人叫做亚西别啦吼。亚西别这个王后啊啊，心肝就非常不好。因为安怎，其实第四集内面吼，咱也注意看圣经。虽然咱今日讲到第三集，总是第四集后边有一个故事啊，就是这个亚西别啊，伊甲这个伊看这个王回来了无欢喜啦，心内底闷闷不乐。为什么呢？因为啊，伊无爱迄个拿伯无爱甲伊相换这个土地，啊，伊就感觉心肝真艰苦安尼啦吼，啊，底下无欢喜。伊个王后看到了讲，啊，你有啥物无欢喜？来。交我来处理吼，爱着发假圣旨啊，甲伊拐去坐伫迄大位啊，叫人来做假见证，就甲伊拖出去用石头拍死。啊，你看安尼一个心肝遮尼狼毒的这个妇人，啊是安怎？其实伊的心啊，咱若伫圣经内底讲，这个亚西别的灵啊，那一般吼，咱即摆咧讲亚西别的灵是啥物款？是死亡的灵，是伫地狱人迄、那个死亡的这款灵。所以亚西别的这个行为是安怎呢？用歹的行为啊，啊来行，要得到迄个好的利益啦。啊，所以这个王后就是安尼甲伊讲啊，我来替你做，我来甲这个拿伯抬死，啊，伊的恨就属于你的啊。啊，果不其然啊，这个拿伯真正是死，啊，这个阿哈王真正是摕到伊的恨啊，来得到迄个帮助。啊，就来同款的故事，咱敢有想过？其实大鼻王嘛是同款，敢毋是？大鼻王伫过去看到迄个附近人，伫伊个风景看到诶下骹人倒个厝内底有一个附近人咧洗身躯，哎呀真水，伊就爱着这个人。结果咧，甲这个附近人，我咧爱丈夫甲安那，甲吊去迄个头前去烧电去烧台，结果正死了，伊就自然甲这个附近人安那来娶来做某吼、哦。其实人因为惊歹来得到利益，惊歹来得到人想要得到的物件，其实真侪时阵。咱会当看到阿哈甲亚西别这两个人，其实因到尾啊会当看到，这个阿哈王讲是安怎？其实伊是出卖伊家己啊，应该这代志是伊家己做一个王爱决定的代志，总是伊煞无去决定这个事，结果伊去出卖伊家己。人思想吼，其实咱有当时啊，咱讲利欲熏心呐，咱思想会出卖咱家己呢。啊，有个人伊较贪心啊，人也讲，你要来投资啥？哦，投资这真好，投资这袂歹，吼、哦，你若投资这，大家得到赚，哦，紧来来投资啦，哦，即马差偌济尔，你紧来投资，各位亲爱的姊妹，
世间上敢有这么不劳而获的代志？所以人若时常安尼来出卖家己啊，我即马台湾有一个无好的现象，叫做啥？卖人头，做啥？做假账户吼。其实公开是掠到你，就是吼、哦，你会掠到是吊销真侪的问，即条真侪的问题，可能拢爱伫你即个身份证顶面来发生的物件。真侪人甲即个身份证摕去做假人头吼，啊，去趁一下5万块的即、這个的经费吼。啊，到尾啊，讲啦，哇，你啊驾照也无，啥物也无，为虾米？因为你即摆经济犯啊，因为去用冻掉的，因为你摕这做人头户啊，真侪诈骗集团用安尼方式伫遐来行不法的勾当哈，这不法的勾当伫咱即个充斥着规个台湾哈，咱规个台湾拢是充满着安尼的一个现象。各位亲爱的姊妹，人若是亲像阿哈王安尼出卖家己，哎、欸，咱圣经内面讲啦，讲阿哈王到尾啊安怎，伊是无好的结果哈。啊，亚瑟伯，佮你免讲，亚瑟伯吼，伊到尾啊，圣经啊预言讲安怎，讲伊个尸体是伫城门口外口，是狗仔伫遐，野狗伫遐食。为虾米？因为伊用即个恶心、歹行、歹行为来夺得人的利益。真侪人其实吼，咱即卖人吼，当时活得亲像即个阿哈王佮即个亚瑟伯同款，毋若出卖家己的身份证啦，其实足侪人出卖家己的灵魂。出卖家己的良心，出卖家己的足侪的兄弟姊妹，甚至有的人出卖家己的老爸老母，为什么？因为得到利益啊！尔啊，这个就是安怎边啊？这亚西伯的这个灵啊，这个耸动的灵啊，在甲你加添你这个。所以一个人吼，咱讲这个邪神哦，邪灵那是伫咱内面吼，有当时啊讲开始阿王这个啥啦，人啊讲伊就行，人啊讲伊就做，伊就怎啊找无头前定向的一个道路。啊，这个亚西伯的反倒转，伊是伫边仰，就是鼓励人犯罪啊，佮犯罪，不断地啊犯罪的过程。其实有当时啊，这个内面伫了后，可能咱就知影讲，真侪时阵，咱看到亚西伯安尼一个过程，伊明明知影伊安尼做是唔对的，当先知佮阿讲的时阵，哎呀，结果伊安怎开始对约先知啊，抬先知啊，所以咱讲吼，亚西伯这个灵是啥物？这个灵就是。一个死亡的灵啦，追求人性命的灵啦，所以咱就通常讲，伫这过程内面，各位亲爱的姊妹，咱通来选择咱的人生爱行安怎的道路，咱爱安怎做，咱才会当行往上帝应允正确的道路。无上帝无应允的时阵，你会感觉讲，你的人生是一个真大的需要爱改变的时阵啊。所以咱这些时阵做来祈祷，为咱的性命。所做的每一件代志，拢有上帝的应准，甲咱三个弟弟，咱做伙来祈祷。主彼天堂的上帝，我感谢你，你的主彼天堂应允伫阮的心上，互阮知影，主，阮所行所做，拢通照你的应允来行。阮无惊吓，阮所做，阮无惊吓，阮所面对的困难，但是阮惊吓，阮行伫迄个歹的道路顶面。愿你亲自来带阮倒转，进入迄个光明的道路。阮来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求。
各位亲爱的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又搁到咱今日新安讲信箱的时间。特别伫今日，咱也是搁要提醒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咱若有啥物信用甲生活的问题，请你唔通客气，你通寄批来咱新安讲的信箱和牧师来为你解答咱伫信用生活顶面的问题。下面咱要来看讲今日咱一件来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婚姻。一个林姊妹伊寄来吼，伊毋是基督徒啦吼，但是伊吼，伊讲伊逐天拢看咱信安讲陈根的节目，伊讲吼，牧师你常常咧分享上帝话，我感觉真好吼，但是我想吼，恁有上帝，我拜拜诶，遮个嘛是上帝啦，嘛是神明啦吼，恁拜恁的神，阮拜的神明嘛是神啦，所以你讲的这个上帝，恁讲的这个神啊，甲我敬拜的这个神明啊。有啥物无共款？毋是拢共款爱咱好吗？意思就是讲，其实你拜的对象，毋管是啥物对象，只要若是你感觉好，你就愿意去拜嘛。我想一般的吼，咱伫拜神的人，我拢感觉讲真无简单。安怎讲？其实我过去常常咧讲啊吼，假心拜真神的人真可恶，真心拜假神的人真可怜呐。意思是啥物呢？是讲哦。咱吼真正在拜神明，咱真侪人拜神明吼，在拜吼，就真正讲咱足用心在拜啦吼。而且拜的过程中间吼，咱敢若有一个心态，就是讲，哎呦，有求的有平安，有拜的安怎有保庇啦吼。有拜有保庇，有求有平安吼，是一般的人在拜神明的这个咱讲吼，心安理得的这款拜法啦吼。所以你当去那个文殊宫去看卖啊吼，内底几落百个人做一件伫遐拜吼，大家伫遐真许，其实透过安尼一个行动来表达讲，你伫迄个内面甲这神明迄个关系建立啦，其实嘛是同款，你讲伫基督教的神吼，牧师刚才当讲讲，基督教的神其实是掌管万物的上帝啦吼，其实咱有敢有发现讲，其实咱真侪人吼，咱拜天公吼。可能敢若用一天咧拜天公啊，剩诶时间拢咧拜遐个神明，逐天拜，照三顿拜吼，初一拜、十五拜拢伫拜。但是拜天公为虾米敢若一个特别诶时间？其实天公会当讲起来，就是咱诶耶和华上帝啦。若要讲一个比喻来讲，就是讲创造天地万物诶主耶和华上帝，其实伊掌管万物嘛，所以伊是万王诶王啊。为虾米叫万王诶王？万主诶主。就是伊掌管伊创造遮侪诶物件，包括咱拜诶遮神明，拢属伫伊所管理诶。其实伫咱民间宗教内面伫讲即个天公，其实就是即个意思啦吼。总是讲真侪时阵，咱拢袂记咧拜天公是敬神啦吼。我感觉敬神甲拜神是无共款诶。咱时常拢敬神拜神诶，是靠靠拜伫咧拜伫咧拜吼。其实有当时啊，我感觉咱诶心态爱对啦吼，就是讲咱其实就爱敬神、尊敬。敬神了，你拜的对象是啥物？拜的对象是独一的真神，毋是厝的遮个足侪神明尔尔，是佫有一个较大的神明，因为伊是包括遮个。所以真侪人到尾啊信耶稣，真侪伊厝的所拜遮个神明要安怎？无要紧，你拢免担心。你若是要洗礼信耶稣，你厝的足侪神明，遮个神明咱就是化掉来交互上帝，互上帝来奖励，互上帝来帮咱。安尼真做咱上好的帮衬，因为上帝是咱众神明顶面佮创造的上帝，所以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吼。下面咱佮要来看台中中会啊，这是咱的会友王姊妹伊寄一张批来，伊作底伊讲哦，牧师基督徒敢会当算命吼？若是看这个星座敢会当？咱知影即马真侪查囡仔吼，真爱去用算命，真爱看星座。过去啊，牧师啊，专工去学看人，毋是讲去共学算命啦。我是要了解讲，即个算命的人是安怎共算命我咧发现讲，其实算命的人咧共算命的过程中间，其实有一定的讲话的技巧啦吼。我想不便伫遮来甲大家分享即个因咧讲话的技巧。其实伫即过程中间，基督徒敢会使去算命？各位，圣经甲咱讲吼，其实咱的性命是在伫上帝，你算命的原因是安怎？你要知影你的过去，也是要知影你的未来。其实，咱的过去甲未来，拢伫上帝的掌权的内面。安尼，你敢有值得咱去算命？即算命也好啦吼。比如讲，人讲看你的面相啦吼，看你的手纹啦吼，
看你的这个纹路，你就知影讲你的人生过来是安怎。哦，真侪人讲哦，你看你这后边吼，讲两位讲，哎呀，你有两个囡仔，啊，三位讲有三个囡仔吼，啊，伊若十位，你毋就讲你有十个囡仔。啊，真侪时阵啊，咱咧算命其实讲起来，算命甲星座也是塔罗牌，真侪这物件其实讲起来拢是叫啥？拢是叫统计学啦吼。统计学甲心理学一个交叉，透过一个心理学甲统计学的交叉，啊，用安尼的命题来达到，来达到讲啊，互你伫即个命题内底，你若照安尼符合伫即个星座内底啊，你就是符合安尼的命格，也是讲符合安尼的个性。其实哦，即马牧师巨蟹座的，人讲牧师你巨蟹座的吼，你足听厝吼，是啊是哦，牧师真听厝啊，啊你足听某囝，是啊，牧师足听某囝，为什么？因为巨蟹座一个特质就是迄、那个爱有一个家庭的安全感。爱有迄个感受，为虾米？就是统计出来，大部分80%、90%的这个巨蟹座的人就是安尼。啊，所以用诸如此类啦吼，以此类推，咱就知影讲，其实算命啊是即个星象、星座即个问题，其实真侪拢是用这统计去累积起来。其实哪有一个人有准算有准的，人生的运命800种啦吼，人生的烦恼嘛800种，人生的福气嘛800种，安尼你要到这个统计安尼落来讲。啊！你这个性就是安尼啊，所以你原本就是安尼啊。哦，所以你刚刚哦，这写了足准的呢，什么做什么做，用了足准的，无唔对，迄就是统计学。大部分的人，这个时阵出世的人，就是这个性。哎，无什么科学，无什么原理啦，吼。啊，我想咱王姊妹，也是讲咱林姊妹，其实咱伫信仰顶面，咱会当较侪啊，透过祈祷来帮助咱啊，透过上帝话语来帮助咱。啊，今日咱的节目。到这，咱的信心回到了到这，咱伫明仔，咱请咱继续收看，咱的新眼光陈登。我心安。